座城，城里有座山，山城不远两相望，叫做石景山。一半山水一半城。2022年冬奥会、冬残奥会组委会已经落户首钢园区，大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也在完善当中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猜出来了，没错，今儿啊，跟大伙儿说一说咱们身边的石景山。